全放啊！来了，排队排队排队，排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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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啊。好嘞，够嘞，来下一位。哎，来吧，来。呀，这不傻。来，碗呢？那个我不打。不打了。哎，那好吃吗？好吃。好吃呀、啊。嗯。那个头发上有东西。什么东西？哎，哎呦，我的饭！给他拿来，咱俩吃吧。嗯，去，咱俩吃吧。来来，都有都有都有。好嘞，再过来。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干啥呀哎呀那个不打啊什么情况那个我还是不打我已经观察你好久了天天蹭别人的饭我已经上报领导了不是你怎么这上报领导呢这怎么还那不蹭了以后不蹭了不蹭了呀那总不能天天蹭别人的饭吧这儿吧不管什么原因给你根萝卜吃这萝卜怎么吃呢谢谢厨师长哇你这吃的什么醋酸醋胡萝卜特别好吃真香啊你吃了我那么多天的饭可以给我吃一口不我才不给你吃呢特别好吃给我吃点了不谁让你们不给我蹭饭吃还上报给厨师长哼那我把我的饭给你吃你给我吃一口给我吃饭嗯那吃吧那站上吃特别好吃你先吃你先吃一口嗯一定要一定要大口咬才好吃我的饭也给你给我吃点啊我的也给你就是人与人之间得懂得分享才对吃吧大家一起吃说的对呀吃吧要懂得分享飞机还得抢座我得赶紧抢个舒服点的座这座不行太硬了哎前面那个座不错采光也不错比头等舱还豪华就那个哎哥们儿让一下这是我的座什么呀就你的座我又不是没花钱我刚自己选的座哥们儿这一针是我的座你看后边那么多座你到后边去坐一下不是大哥凡事讲究个先来后到是不是你说我来那么早我好不容易抢了个舒服的座这采光也好我这地方好是吧你下次坐飞机你抢这个座这次我先抢了是吧你随便就找个座别烦了啊哥们这真是我的座啊不是跟你说话怎么不听呢我说我来得早我抢个座你非要跟我争什么呢是不是好吧那这飞机你开你开、oh, no. 我走了机长啊大哥大哥大哥我错了你开吧大哥随便看看 啊小店你看到秋裤了咱们的都有啊知道了你忙你的吧
可乐多少钱？可乐3块，我们这家店便宜，你看我们都得过这个低等奖。哎，知道了知道了，来微信。等会儿啊，姑娘，这个你看这个帽怎么泡怎么起这么大呢？应该是坏的，我给你换一个。不是姑娘，你听我给你讲啊，既然我们小卖铺你能得这个一等奖，就说明这个信誉是良好的。你说你喝了这坏了肚子干啥的？你说我们这个脸往哪搁？我们这小卖铺还干吗？我们这信誉就毁了。不是老板，听我解释啊，这个可乐啊，我尝尝就知道会跟卖吗？肯定不会。那个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3块。哎呀妈，酸死我！先生你好，请问您什么座呀？你空姐都这么直接的吗？我天蝎座。不不，先生您误会了，我说的是座位号。啊，座位号 FC。啊，行，那您那边请。就在前面吗？啊，对。啊，行，谢谢啊。看啥呀你？盯着我看啥呀？你是二逼吗？你才是二逼呢！你说谁二逼呢？你明明就是二逼！你才是二逼呢！你全家都是二逼！我的位置是二逼，我可不是二逼，位置是二逼，知道吧？我就说你是二逼吗？你才是二逼！怎么就是二逼？你才是二逼呢！哎，两位不要吵了，有事好好说嘛，不是？女士，您是二逼吗？你才是二逼呢！怎么说话的你？我的位置是二逼，我不是二逼，我不是二逼，我的位置是二逼，懂不懂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先生，您是二逼吗？对呀，我就是二逼呀，我就是二逼呀，我这也是二逼。女士，你这飞机是开往香港的，您坐错了，这是开往太原的。这可咋整啊？车还没有起飞，赶紧下飞机吧，下机吧。我就说你是二逼吧。你看我才是二逼呢。先生，你这是开往泰国的，这是开往太原，你也坐错了。我真说你是二逼，赶紧下机吧。哎呀，原来这俩都是二逼呀。来喽。哎呀，你办事啊。哎，哎，服务员。哎，老板，您是现金还是刷卡呀？没带钱。我们这儿有微信转账。没带手机。我们这儿有 POS 机。没装卡。你这是想吃我霸王餐呢？对。来，你给我走。我想放你呀，自由。上去我霸王餐，哼！老板呐，滚！今天啊，绝对不差事儿啊！就昨天的那火锅面，再给我上点啊，不差事儿，快点！哎。来了。您的面，您慢用啊。嗯，哎，就是这锅。哎呀！嘿，你单还没买呢。老板，今天刚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不差事儿啊。买单。我想疯了。